121，好，十密，好，十密，我们就留在我们下一次来跟诸位介绍。好，十密，好，十密是冰糖，里面好几种糖的，好分类，好不好？OK，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，好，在接着讲之前呢，诸位看这个可以穿越一下龙骨，哈，是一种化石，这个白胶呢，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鹿角胶，哈。那这是阿胶就是驴皮熬的，那味道比较腥，哈，拿到好像那种黑糖一样硬块，就觉得很好吃，打出一个很腥，哈，很腥，不腥的不是真的，哈，那味道很厚，胃厚的都入选，你就记得啊，老师味道很重很厚，对，入选，哦，那你看牡蛎，好，这是打碎的，好，平常牡蛎就是我们的吃的牡蛎的壳，好，牡蛎的壳。哎，中国人用牡蛎用了，我们中医用了好几千年，啊，就是西洋人呢做钙片，钙片你看那个内容，好，你看他写的内容就是 oyster，什么 oyster，就是牡蛎嘛，好，那他是把牡蛎提炼的钙提炼出来以后放进去，那没有用哦，你一吃下去不但不补骨，不但不补骨头，反而累积在肾脏里面造成结石，还有呢，他对骨头的感觉他的感应是用榔头去打钉子。所以你吃的钙片以为是补骨，实际上钙片把你骨头里面的钙打出来，哦，那这种研究在澳洲最正确了。澳洲研究出来说吃钙反而会让骨头更坏，啊，那这个药厂就想办法去 cover 啊，可 cover 不住啊，人家是个国家，对不对？哦，cover 不住，你可以 cover 住我们小老百姓的嘴巴，但是那个国家你 cover 不住，哦。那后面呢？好，这个是龟甲，好，拜龟甲。这个双飘萧，好，我们来介绍。今天我们从第121位药开始。中药很多是单位使用的，这好单位使用的。像这里呢，我们讲的十密，十密讲的就是冰糖，冰糖。你看到外面那个洁白白白一块的，市面上卖的就是冰糖。中药很多，我们在熬药的时候丢几块糖下去，那个就是冰糖。好。那有过去有莲子啊，好，那个卖那个白木耳啊，那个丢点冰糖，哦，这是这个十蜜，实际上名称叫做十蜜，那它是甜味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色白它甜味的，好，它补中益气，好，那一般来说，食物都是性寒、微寒的药，微寒的东西呢都是补中益气，所以你看《神农本草经》上经，大部分都是益气延年啊，随时可以吃的补身体用的，真正的治病的药是在中经，好，待会我们会看到。哦，那这些呢都可以吃，就甜的嘛，哈，甜味的东西能够滋补，好，润心肺，好，那个补那个身体的，好，酒醉也可以喝，好，中国过去酒醉就拿糖来，好，糖水。那我们糖有一般的砂糖，好，这里是糖，那个十蜜呢，这个冰糖是结成块的，我们凝结成块，在泡炼制的时候结成块的是冰糖。我们真的那个在市面上我们卖的是，你不要想现代人的糖，现代人的糖是不对的，好，那个是精炼糖。啊，那个不对的，那不能吃的，啊，那根本就是毒药，讲穿了就是毒药。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啊，你去买杯咖啡，哦，不要加糖，你喝下去，过20分钟胃酸就起来了。然后你再加糖下去，再喝10分钟胃酸就起来，因为更强，哦，那个甜。然后你就去那个面包店买个系列面包，里面是奶酥的，你吃下去马上就起来，为什么？就那个白糖，那个糖跟这个紫的白糖不一样，哦，那个白糖是精炼的糖。好，因为精炼糖以后体积非常小，体积非常小以后，我们嘴巴里面的一些 virus 这个病细菌病毒啊，嘴巴很大，那你体积很小的话，它会喂食它。当你一喂食它以后，它们排吃了以后，这些病毒细菌吃了以后排出来的代谢物就是酸的，第一个把你牙齿那腐蚀掉，第二个到胃里面就是胃酸。哦，那酸味的怎么收敛？那酸味到胃里面，木土是相克的。哦，当然会造成其他问题，两个不克的，就是不容它嘛，对不对？但结果你吃到嘴巴是甜的，到胃里面是酸的，这个都不对。吃到嘴巴是甜的，到胃里面是甜的，这才是好的。所以老天爷从来没有做错过，是我们人在做错。你知道吧？在美国广告说吃这个 bacon，bacon 的肉啊，那个狗跑出来，狗啊说 that is bacon。然后这个是 bacon，那个主人说 no no，那这是那一定是他的 bacon。他说这个不是 bacon，为什么？就可以告诉你说，他人工的调味，他可以调的跟那个味道一模一样，你根本吃不出来，很可怕哦。
啊，最近你们看我们网络上，我在那把那个大陆上的网页，大不广州发现那个小孩子13、14岁，13、14岁，有没有？从小家里面有一点钱，他就开始都不喝白开水，喝碳酸钙饮料，就是那个碳酸饮料，要不要吃汽水啊？就13岁、14岁，脑部跟70、80岁人脑部一样，整个退化掉，对不对？那你敢喝那个东西吗？好，那我们一定要看到有人受伤害了，有人发生了，而且这个小孩不是一个小孩，好几个小孩都同样发生，都是这个习惯，口渴就拿钱买汽水喝，你一定要看到他发生再去后悔，甚而至于还不后悔还在做，那这是什么世界？代表都是笨蛋很多嘛。我们在看到我们在之前我们就要知道，好，不要让他事情发生是最好。所以我们治病也是一样，一开始我们就动手，你就不会有问题嘛。为什么要等到胃癌、等到肝癌、等到胰脏癌再去动手？一开始我们就动手，这个东西不对，马上停掉。刚，你看现在就把你胃酸的时候呕吐就把你治好了，那你怎么会有胃癌？怎么会有胰脏癌？治病于治初嘛，哈，胃病，至于胃病这种是什么？肾，对不对？胃病之初期。糖呢？这个糖真的好的糖吃到你的胃里面是滋补，你胃绝对不会难过。好，所以你吃蔗糖、吃冰糖、吃我们的砂糖都不会有问题的。那个吃糖下去会有胃酸，那个都是人工的，人工的。好，我们国家应该禁止这种人工糖。那台糖回，大家回去种蔗糖，好，如果大家台糖土地再拿回来，不要再抛售了，拿回来种蔗糖，我保证台湾大外汇大赚，因为我来到处去宣扬。那蔗糖是好啊，这个蔗糖我们不单单是饮食里面加在里面，面包里面加蔗糖可以用，外用，任何的刀伤伤口。你一受伤，一那个家里面有蔗糖，那个白糖不行哦，假的那个精炼糖不行，那个家里面有蔗糖，平常你就准备蔗糖煮菜的时候卤东西就用蔗糖，一下有刀有伤口，这个蔗糖拿起来压到那个伤口，大概2、3分钟放开来就看到止血了，止血哦，因为糖是粘稠嘛，它能够止血，然后大概你持续不要用什么药，就是持续，然后它干掉你再换，然后洗完澡一看冲掉了再放一点下去，大概3天疤痕都没有。连疤都看不到，好，那你为什么要去用抗生素？为什么要去用消炎膏？不需要。好，还有一个，我在临床上，bitter neuropathy 就是他们西医称为蜂窝组织炎，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呢，脚一个伤口，好，这下子好了。你如果继续在医院里面待到，那你就是蒋经国第二，你这根本是笨死的嘛！贵为一国元首，他有旁边一个医疗小组在照顾他。这个医疗小组是国家配给他，不是跟贪污没有关系啊，是国家配给医疗元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又不是元首，元首都变成这样子，到时候截肢死掉，那你算什么？你用 common sense 想一下嘛，你都不要用。你说你还说我不相信中药，中药不相信中药没有关系。你吃过甘蔗吗？吃过。那用蔗糖好不好？光用蔗糖敷伤口，然后平常把蔗糖丢在水里面泡水，然后脚泡那个伤口，脚整个浸在那个蔗糖水里面。临床上看到病人跟我讲啊，他说那个真好。泡下去以后，就看到里面的脓喷出来，好像被吸出来的感觉。那脓一直从我脚趾的那个洞，一那个伤口一直喷出来。这个伤口在那边2年多了，用蔗糖完全收口，你看看，光是蔗糖，那西药厂投资的那么多钱，弄了半天，一个伤口收不了，一个口收不了啊，对不对？那就花那么多钱，那么多钱，结果蔗糖是那么便宜的，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蔗糖啊。他当然不愿意告诉你蔗糖啊，好，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讲蔗糖，好，白糖，你自己决定好，但你要有点 common sense 吧。你涂了糖，当然小心点的蚂蚁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老是蚂蚁都跑来，那蚂蚁跑来正常，因为蚂蚁的吃，对不对？动物不来吃的不能吃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就你 common sense 要小心点蚂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讲到蚂蚁，那如果蚂蚁呢？你们日常生活保健，蚂蚁从小孩子啊睡觉睡的就蚂蚁从。耳朵跑进去怎么办？哇，越往那边钻了，咬了痛啊！小孩子叫啊，你怎么办？灌水灌东西不要，这时候按照这个耳朵一按，里面没有空气，蚂蚁就跑出来，到了马上跑出来。好，你就可以看到有东西往外爬出来，任何的虫跑到耳朵里面去，小孩子看里面有虫，一直钻，你捞都捞不到，怎么处理？这个时候按照这个耳朵对面的耳朵，别按错了哈，你按它越没有空气往里面钻越凶，对不对？你按这边，它跑出来。跑出来以后你怎么整他就随便你，好，哇，那个这个很日常的，这是经验嘛，哈，所以一个小儿科大夫，3个小儿科大夫抵不过一个 grandma 老祖母，好，中医就是老祖母经验嘛，好，
那你说老师这个不重要，我不记。好，等哪天你用，你一辈子用到一次就够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好，因为两个耳朵通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煮中药这些滋补、滋养、补气，哈，女孩子美颜的，比如说你现在会啦，好，老师，这个你说这个决明子很好啊，哦，决明子，这个美颜呐，哈，又可以眼睛又很好看，也视力又很好，这个再加点白杏仁呐，啊，北杏那个杏仁。哦，什么你们现在都会啦，对，那熬一个汤，比如说你后面的芡实啊、莲子，熬个汤，然后放冰糖下去吃，烫美颜啊，对不对哈？那它是寒凉的嘛，寒凉的能够瘦一点，烫的人都是热，瘦的都是比较寒的，所以要减肥啊都可以用。好，那你如果说你吃西洋的东西，哦，每天吃一个什么多种维他命，这个最坏哈，我跟你讲，到这个是最坏最坏的研究，他们用一个理由。因为你的食物没有办法摄取一定的营养，所以说你要这个多种维他命来补充。这一句话混蛋害死人。好，你可以跟全世界讲，过去我们中国人没有多种维他命，我们活了几千年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135岁人住在天山的山上，老太太135岁，她这辈子也没有水没有电，她也没有冷气暖气，她住在天山山脉里面，她吃什么东西？肯定缺少很多你认为的东西。她活了135岁，好。人需要什么营养都是他说的，营养师说的，药厂说的，他为了卖这个东西告诉你，实际上经验过提炼过的为浓缩过的营养，它体积都很小，当体积很小的时候，正常的身体的器官跟病不一样，正常的身体的器官它嘴巴它的体积比较大，好，那病的体积比较小，那你如果说你吃的那个东西很细的很精炼过的东西出味道，胃根本喂不到人身上的正常的东西，味道都是病，啊，身上有 colitis 大肠炎啊，哈，什么有肿瘤、癌症、肿瘤什么，你如果一直在喂它，身体根本受不到。哦，身体我们吸收的是大的东西，不是小的东西。好，人一提炼过以后就变成小的东西，啊，根本不要去听它的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营养缺少，啊，那这个蔗糖呢？肝寒，那个一般如果是直接你挤压蔗糖水出来，哦，甘蔗水那个是甘味而且带寒，但是你烤过以后煮热过煮熟以后就变成甘温了，哦，药性就变成温性的，哦，甘温能够除大热，哦，所以有时候发烧小孩子发烧怎么样，哦，用蔗糖 用那个甘蔗水你煮热比较好，哦，光是因为糖就有那么好的效果，哦，所以说诸位没事呢，你如果要吃好的，比如说我们吃柠檬，柠檬汁很好啊，柠檬你那个新鲜柠檬买来是酸味的，对不对？酸味是不是入肝的？好，可以清肝清胆。可是你过食酸，那筋会抽，会抽筋嘛？对，那你加点甜味下去，对不对？加点蔗糖下去。如果你的蔗糖再加柠檬，啊，甜酸甜混在一起，那是最好的这个家庭制的这个柠檬水、柠檬糖水，这是最好的，因为纯碱是最好、纯天然的。那你不吃，你去做，去买个柠檬水在外面买，那个肯定不好，好。买了到你给他小孩子吃的脑袋变小，越吃脑袋越小越笨，记忆都没有了。好，好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光是一个食物饮料，光是一个饮料是人工做的、人工提炼的、人工的调味料在里面、人工的色素在里面，就产生那个小孩子13岁啊，哦，也就是说他喝了13年，哦，可能前两年不算，那个小 baby 不懂嘛，等到开始会吃东西的时候就开始喝这个饮料，可能喝5、6年或者喝10年，但是肯定的就是在13年以内脑部萎缩掉了。光是个饮料，哦，是食品，哦，那西药呢？西药的力量大于食品好几十倍上百倍，所以从来不存在的老人痴呆症现在有了，根本就是西药的后遗症。如果你担心 放心，你只要不要吃西药，保证你不会老人痴呆症。就像那个天山那个老太太135岁，她离过5次婚，她只有第一任的丈夫先生名字忘掉，我想她是故意忘掉，不然很讨厌嘛，对，我不要你活在我心里面，不然忘掉你。好，那记忆非常好。好，那要以这个为标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好食蜜，哎，这种东西，那你随时都可以吃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听过吃？有没有一个法医写说，这个人吃白糖吃那个冰糖吃太多死掉？这种法医是白目嘛，对不对？想都不会想到，所以这种本草上进的东西都可以日常做饮食吃。你这样夏天，好，你在家里面夫妻两个带小孩子啊，这种夏天在家里面你可以煮些莲子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用点冰糖煮起来，然后冰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喝，啊，很好啊，
啊，带小朋友出去打球啊什么，就煮的那个压了柠檬汁，放了蔗糖在里面，哇，那多美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想到都口水流出来。那你去买，你没事，你去花钱去买汽水干嘛？哦，那汽水是给敌人吃的啊。哦，那就这个男的是我的情敌，我们同时追一个女的，每天买汽水给那男的，然后买那个巧克力给他吃，买那个奶酥的面包给他吃，没多久就挂了，头发也秃了，人家老了，记忆也差了。哦，那这个人怎么老那么快？你看到老外老得很快，有没有？三十几岁老外，我们在美国的女人是，我们有句话，娶来的时候是好像新车买车子一样，刚买来是新车，三年以后变成旧车。美国女人就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就是人工糖吃太多。人工的食物吃太多，很多 microwave 的食物，这个都不能吃，啊，主要诸位一定要花时间自己买食物来煮最好。好，那美国食物有问题，